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2月18日讯，据国内媒体人赵环宇消息，费尔德已与广厦队会合。凯费尔德曾代表新疆男篮参加了2018-19赛季季后赛和2019-20赛季常规赛。18-19赛季季后赛，费尔德出战13场，场均出场 34.5 分钟，可以得到23分、5.2 篮板、5.7 助攻、1.8 抢断，三分命中率 42.3%， 场均命中 2.3 个三分球。19-20赛季常规赛，费尔德出战22场，场均出场 33.4 分钟，可以得到 18.9 分、5.5 篮板、8.4 助攻、1.9 抢断，三分命中率 35.8%， 场均命中 1.7 个三分球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